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《铃铛》。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以前的阿美族男生是嫁到女生家里面的，因为阿美族男生领不到财产啊，没有土地跟房子都是留给女生，所以女孩子留在家里面，啊，男生就像牛一样，嫁到那边拿去帮人家耕田这样子。啊，以前的阿美族是这样啊，现在这样想好像。不知道，感觉换一个观念，就是现在都是那种父权的社会嘛，比较浓，气氛比较浓厚，反而我们这种这样母系社会感觉就很特别，很时尚嘛。男生是嫁出去的，很时尚，来娶我，来娶我。啊，铃铛这首歌呢，就是在男生阿美族男生的那个妈妈的观念，就是男生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在传统服饰上都会绑一串铃铛。啊，它是配合妈妈的刺绣的工那个布料跟铃铛放在上，啊，这个铃铛其实在眷顾着还没有嫁出去的男生，就代表这个孩子还是属于妈妈的，就是当男生还没有变爸爸之前，在传统服饰上这个铃铛都要绑着，就是铃铛绑着这样。那至于铃铛长什么样子，请上网搜寻。啊，我的专辑上面也有铃铛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很新的那种。好，那带来这首歌《铃铛》，谢谢各位。